唱歌学中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永新，我是戴全，我是丁世光，我是蛋壳，我是叶喜儿，我是音乐人麦苏，我是鼓楼先生王文瑞，我们是桃子假象乐队，我们是果味 VC。2023年东盟青少年唱歌学中文主题季活动正式启动，一起来唱歌学中文吧！让梦化作华美音符，唱响对中文和多元文化的热爱，用中文与音乐伴你度过美好的时光。唱歌学中文，唱歌学中文，唱歌学中文，有你有我，期待收到大家的作品。预知更多详情，请浏览以下网址。祝2023唱歌学中文主题季圆满成功！